拿出附件中的月历查查看，一个星期有几天呢？要知道一个星期有几天有两种数法。第一种数法，我们可以从星期日、星期一、星期二、星期三、星期四、星期五数到星期六，会发现一个星期共有七天。 第二种数法，我们可以从星期一、星期二、星期三、星期四、星期五、星期六数到星期日，也同样发现一个星期有七天，所以连续七天就是一个星期。